其实所在的位置就在新竹路段137巷。那之后会在花信井的位置设置一个广寒椅。专业很高雄的。所以要在一个馆子，市长刚才看这个工程，您满意吗？然后听说居民旁边是不愿意夜间施工，导致这个工期比较长啊。对啊，这个。其实哦，不止这里的，我们都工程的，因为居民要求生活品质嘛，不然要是以我的个性，就日夜施工，对不对？但是，我想做到八点就开始抗议了，不能超过十点嘛。所以有时候他们厂商多做一下，就环保局马上就来开单了。今天我们公务局长在抱怨说，他上个月又被环保局花了20几万。那今年台风来会不会比较有，就是？比较不会那么担心，因为好像现在台风明，这个像这个昆农大道明年才全部好了。